城市的快速发展，雾霾成为影响人们生活越来越重要的因素。现在感觉看天气预报的次数比看新闻联播还多。一种来自德国的组尘防霾新型技术的纱窗，使人们在雾霾天气下也能开窗自由呼吸。很多媒体和专家呢，把它誉为一款神奇的窗纱。雾霾天开窗通风，风沙天都赶了。而且开窗通风以后，感觉室内空气也不像以前开窗通风那么差。实地数据的检测，这种新型技术下衍生的窗纱能否经得住检验？以上测试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表明，在外界污染的大气环境下，使用Trittec的窗纱可以保证我们室内有一个良好的空气质量环境。聚焦先锋榜即将为您呈现开窗呼吸。城市，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北京，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都，在漫长的岁月发展中，成为人们最为向往的地方。然而，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一种悄然滋生的城市负效应——雾霾，悄悄蔓延，成为影响这座城市最大的障碍。生活环境的改变，促使在这座城市生活的人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出行方式。请问您出门都带些什么？手机、钱包、钥匙和口罩，一个都不能少。出门前必须看一下手机里面检测污染程度的 APP。 现在感觉看天气预报的次数比看新闻联播还多。现在天气不太好，我每天都戴着口罩，也希望有一种先进的技术去改变现在的空气质量。2013年1月，4次大规模的雾霾天气笼罩了30个省市，而北京仅有5天不是雾霾天。2014年1月4日，国家减灾办、民政部首次将危害健康的雾霾天气纳入2013年自然灾情进行通报。我所在的这个地方，相信了解北京的朋友都不会陌生，这里就是北京的中央商务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BD。 早在建国之初，这里曾经是布满着化工厂和机械厂的老工业基地。回顾60多年以前的 CBD， 在新中国的浪潮，工业发展如火如荼，蒸蒸日上，每个人都在为新中国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如今60多年过去了，这里的发展有目共睹，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污浊的空气。雾霾已经成为了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让我们在夏天开窗通风都已经成为了一种奢望。然而就在这卧虎藏龙的 CBD， 有一家专注于防微尘技术的德国企业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他们最新技术的纱窗，让我们在炎炎夏日里不用再紧闭门窗。那么这一最新科技的产品究竟怎么样呢？跟随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Trittec 中国媒体见面。2015年6月26日，崔泰可在中国北京授权仪式的召开，标志着这项来自德国的组尘防霾技术正式落户北京。而吴桐和他的团队们也将为这座承载梦想和希望的城市奋斗。这里就是防微尘纱窗技术的引领企业德国 Trittec 在中国的运营中心。那么纱窗我们都非常熟悉，夏季在我们需要开窗通风透气的时候，它可以起到防蚊虫的作用。那么德国 Trittec 的纱窗呢，不仅可以防蚊虫，还应用了最新的静电技术，用于阻隔雾霾、花粉等大多数的空气污染物。那么这种最新科技的产品究竟有哪些奥秘呢？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去了解一下吧。德国崔泰克 AG 公司的推出的这款全球首创的5家防微尘纱窗呢，是在2014年在全球首次推出。那我们呢，是在今年3月30号把它带到中国来，在上海国际建材展上首次亮相。这款纱窗是一款高科技的产品。首先，它的网线非常的细，它的网线间距呢只有1毫米。嗯，那进入到国内之后啊，目前的市场反应怎么样？这款产品一经进入中国市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很多媒体和专家呢，把它誉为一款神奇的双杀，在雾霾天里开窗深呼吸。Trittec 中国现在是与中国各个地区的合作伙伴共同的为用户来提供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因为窗纱这个产品呢比较特殊，它并不是用户买回家直接就能使用，所以还涉及到售前、售中、售后的服务。我们Trittec中国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服务的体系，会通过经销商提供给用户去使用。那主要针对哪些客户呢？是这样，Trittec中国呢，现在首先因为雾霾问题比较严重嘛，一个是老人、儿童包括妇女这些比较容易受到雾霾侵害、抵抗力比较低的人群，还有呢，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我觉得这一类是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用户。吴总，这就是Trittec的纱窗是吗？对，相对于普通纱窗有哪些不同呢？前几代的产品主要针对于防花粉，对过敏人群有非常大的帮助啊。那么这一代产品实际上它是针对雾霾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针对性的研发出来的啊，对细小的微尘颗粒有非常高效的阻隔效率。用户的使用情况又怎么样呢？目前我们在中国市场启动动销以后呢，实际已经应用我们产品的消费者反应非常的良好，特别是在北京已经有非常多的消费者应用了我们的Trittec的纱窗。那不妨让我们的北京代理商带你们呢到一些消费者家里去看一看，可能你们会有非常直观的感受。现在啊，我们来到了北京的一个高端社区，据说这里的一部分用户啊已经先期用上了Trittec的防微尘纱窗。那么具体的使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啊到他们家里去看一看，听听他们怎么说吧。跟我走吧。哎，你好。哎，阿姨您好。你好，哎，来，请。好。叔叔阿姨您好。哎，你好。哎，来，请坐。你好。哎，请坐。哎，窗外面葡萄都是您自己家种的吗？对。哦，那这一面窗安的就是这个防雾霾的纱窗是吧？是。您觉得安了之后怎么样？哎呀，安的可舒服了，尤其是我的爱人吧，胖，他怕热，所以一开开也能睡着，睡得香。原先吧，没安的时候，就是有雾霾的时候，这嗓子不舒服，心脏也闷得慌。我家岁数大了，开不了空调，尤其老头我们都不能开空调，这个开窗户呢睡觉特舒服。您看这纱窗透明度多好啊，是吧？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我拿那纱窗有锈，一擦就不行了，上锈。现在这纱窗脏了，两个月就能擦一次。因为咱们北京这个雾霾天也特别多，然后风沙又大，所以呢开窗通风。就会觉得你会觉得有心理负担，觉得一开窗通风，风沙也进来了，有害的空气啊、雾霾也都进来了。但是你不开窗通风又不行，孩子们有的时候交叉感染呀，这个感冒了那个也容易感冒，所以你还必须每天都开窗通风。所以呢，当时没有这种纱窗的时候，就觉得挺是一个心理负担的，特别是雾霾天要开窗通风。但安了这个纱窗以后吧，雾霾天开窗通风，风沙天都赶了。而且开窗通风以后，感觉室内空气也不像以前开窗通风那么差，而且室内空气也挺好的。德国Trittec五家防微尘窗纱，利用的是静电阻隔的原理，它能有效的阻隔微尘进入到室内，通过自然风的摩擦就可以产生高达15000伏的负的静电，而且由于材料本身的特殊性，这种静电呢可以长期时间的保持不消减。而空气中的微尘呢，绝大多数是带负的静电的，这样利用同极相斥的原理，微尘就被阻隔在窗纱之外了。为了更加准确和科学地验证五家组成防霾窗纱的实用性和可行性，Trittec中国 CEO 吴桐决定邀请来自美国粒子检测系统公司的高级技术经理程帆进行一次实地的数据检测。程总，那么作为权威的检测机构，你们对于这个室内颗粒悬浮物的这个评定标准是什么呢？那么由于Trittec这款产品是一个全新的产品，那么目前在全球没有一个专门的检测的标准来约束。那么此次呢，我们是借鉴了一些高等级的结晶史的监测标准，来用于到Trittec的监测方法上来。哦，那您能带我们带着这个检测设备到实地去看一看吗？好，那我们一起去现场去看一看。好。
那么由我来简单介绍一下这次实验主要的仪器组成。那在我们眼前的这台黑色的是我们的激光粒子计数器，那么它的进样管道是从上方，我们这个黑色的管子可以看到，它的前端是一台我们针对中国特殊环境匹配的一个稀释器，它的稀释比例是1:100。再往前呢，就是我们此次采样的室内环境的一个取样口，那么是由它将我们室内的样本空气通过这个管子抽到我们黑色的计数器当中去。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这次实验的第一个步骤，先抽一个3次，每次3分钟的这么一组数据，用它来表征我们现在被净化过的房间的一个初始状态。那我们点开始。那么我们取下第一，看到这个上面显示了第一组实验的3次数据的平均值、最大最小值。那么我们会取用其中的平均值来作为最后计算的一个数值来依据。那么接下来我们做第二个步骤，第二个步骤是我们采用把窗户打开，只保留我们Trittec 公司的窗纱。我们再回来之后测试60笔数据，每笔数据1分钟，我们来再取这60笔数据的平均值作为最后计算的一个依据。这是我们第二个步骤的实验结果，已经正在打印了。好，我们把它取下，待会儿我们保留下来之后做这个最终数据的一个统计计算。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做第三个步骤的测试。那么刚才你看到我把这个管子采样管已经伸到我们的户外了，这次是主要取3分钟3笔数据来看一看我们户外的空气污染的浓度到底如何。多少？应该至少有2000。好的，我们第三个步骤的测试数据已经出来了，我们也是待会儿把它保留下来做入我们最终计算的一个数字。那么我们接下来再做一组数据，是在完全开窗的情况下，同时也没有安装 Trittec 的纱窗，我们看一看这个室内的环境怎么样。那么我们第一步也是一样，做一补初始净化之后的初始值。那么我们接下来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在开窗的情况下以及没有 Trittec 窗纱的情况下，它我们室内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变化。那我们来开始这个测试。好的，这就是我们最后一组把纱窗和窗户全部打开之后我们得到的一个数据，我们待会儿一起看一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第一组测试当中，在使用 Trittec 窗纱以及开窗的条件下，我们得到的数据经过换算之后的一个效果呈现。那么通过这个表格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共测试了3组数据。那么第一次是我们测试了一组经过空气净化之后的一个初始值，那么第二次我们测试了一个使用 Trittec 窗纱60分钟之后室内的一个微尘的一个含量，最后我们直接把管子伸到窗外测试了一组完全是室外环境的一个微尘数量。这个表格可以看出，在0.3、0.5微尘上面，我们可以达到83%到85%的一个阻隔效率。在大于1微米的粒径通道上，我们可以呈现到76%的一个阻隔效率。以上测试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表明，在外界污染的大气环境下，使用 Trittec 窗纱可以有效地阻隔外界微尘进入我们室内，同时也可以保证我们室内有一个良好的空气质量环境。从上海第23届国际建筑建材装饰展览会上的首次亮相，到北京授权仪式的顺利举行，崔泰可5家组成防霾窗纱渐渐适应了中国本土环境，而未来崔泰可也必将为居民自由开窗呼吸而不懈努力。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大自然环境，在工业文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大到城市，小到家居，几乎每一处空间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污染，雾霾和粉尘无时无刻不威胁着我们的健康。如今来自德国的防微尘科技已经悄然来到身边，为拥有一个健康清洁的室内环境带来了希望。相信这一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必将造福千家万户，让更多的家庭能够放心大胆地打开门窗自由呼吸。